是王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佳佳。这个拍摄算是印象还蛮深刻的一次拍摄。对，因为我其实很少拍外景，特别是像今天这样，真是难得，蛮困难的。对对。但是我相信照片应该也是非常的美吧。是在海边，我觉得沙太大了。对，新竹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，但是风有点太大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刚刚在海滩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眼睛都快瞎了，而且沙子嘴巴也一直吃到沙子。过年我好像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打水饺，但是就在休息。对，但终于在初四的那一天呢，我选择走出家门，然后去爬山。哦，算是有运动的，算是有运动到。对。我也差不多，也都是在休息，然后有在家做一点瑜伽之类的。OK。其实打算，我之前是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推广围棋上面，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围棋。欸，其实我小时候的卡通是麒麟王。哦，你有看过麒麟王是吗？他每次想一个棋想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。他们拿棋要这样子，你也是这样夹的吗？都是这样夹，我都这样哎、欸，这样主要是比较好看，其实也没有比较好看，没有什么别的功能。那我下次跟人家下棋，我要这样的，人家就会觉得我很专业。夹在中间，对，在黑夹夹找我吧，要小心不要掉，这有点尴尬。很糗。啊，这今年的计划哦，这次就是主要就是年中跟下半年会有一些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包括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，然后月老跟瀑布，对，他们应该都会集中在年中跟下半年的部分，可以让大家来期待一下。小 Pebble， 我觉得其实从最简单的应该就是真的不要乱丢垃圾，因为对我来说现在的环保观念其实已经提倡的非常非常好了。可是刚刚在海边拍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看到就是蛮多的，就是保特瓶啊，或者是一些塑胶袋啊、便当盒之类的。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，我们先不奢求太困难的行为，但亲力亲为的部分，我觉得可以先从随手就是捡垃圾，然后就是有点公德心开始做。我这一年是有在开始接触一些断舍离的书，然后就有发现，就是我觉得减少乱买东西也是一个环保。对对对，就是买你真的是非常想要和需要的东西。如果想看更多相关的封面内容，请订阅 L 频道。